哎呀，又来改方案了。婆媳半夜加班，老板看不到，不然我可以24小时无限进步。哎，开街拷贝敲个脚再来口卡布奇诺。听来着，还好没被看到。先过去买职场奋斗人噻。老板儿，哎，没得人了吗？那是啥子哦？那是拉萨的信件。哎，认不到了，看一下嘛。哎，完全是英文哦，吃了没得文化的亏的嘛。糟了！文件没放回去，哎呀，我也想个办法。看不到我，看不到我，你看不到我，你看不到我，你看不到我。哎呦，逃过一劫。哎，那个排版你要稍微改一下，你包括那个字体大小，还要把那个 logo 往那边动一下。哎，拉萨的箱子，你说啊，肯定和昨晚的血有关。哎，你先看他改一下。你们三个过来。给你们看个东西，这里面肯定有秘密。我大白天搞得那么神神叨叨的，不行，今天晚上我一定要搞清楚 team 的秘密。哎，有光，嘿嘿，果然今天晚上他还在这儿。哇，悬浮手机，拉萨族的手机呗，牙刷哦，真的可以飞啊。不、哦，还会变大，这太离谱了吧！那要发不出去，不得上天呐！真上天了！不行！我要赶紧陪给我妈看一下。哦，飞远了，那是要登月呀！今晚听出差去了，我要刷牙那个登月神器。哪个放到这儿嘛？吓我一跳！嗯，在这儿嗦。这盒子里面是一家的秘密版本吗？哇 ，Team 就是用礼上的天梭。那么触发隐藏功能呢？哎，愚人节快乐！哇，辛苦各位，辛苦！谢谢导演，谢谢导演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感谢各位收看我们这期节目。不知道各位，我们觉得我们这期节目怎么样？因为确实非常干，尤其是这个特效，这手机变大变小，变漂亮啊，这个还是非常难的。我们希望有一天手机也能够有这种功能，但是从今天这个来看，但在当今这个时间点，一加九 Pro 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。在使用它的过程中，它的 LPPO 屏幕加上它的这个主摄还有超广角呈现的这个质量，无论是拍照还是拍视频，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哦，对，其实我们还为各位准备了一个彩蛋，有兴趣想了解的话，可以下载苏宁易购 App， 在 App 里面搜索月球自拍，就可以看到这个惊喜彩蛋，同时也可以得到苏宁易购为你准备的4000元的以旧换新补贴。那么我们下期再见。我早晓得了哈，愚人节嘛。哎，等一下。